部影片要跟大家分享身为宅女在家的生活。有时很喜欢在家一直耍废，做任何放松的事。现在要来使用笔电。先来开箱新的键盘，这是最近收到的新键盘，开箱给大家看吧。这是 PQ01 水晶款机械键盘，我选择水晶酒红轴的，这款轴是直上直下的线形手感，回馈反弹会稍微的强，也有白轴和银轴可以做选择哦。 PC 材质的水晶键帽真的好透明，而且防黄又耐磨。稍微展示一下外观给大家看，然后内单配置有以下这五个。底下的接收器是下盖式磁吸的，就不会怕不见啦。无线的连接方式有 2.4G 和蓝牙 5.0， 有线的连接方式也有哦，是 Type-C to USB。 开启键盘，有时喜欢用笔电来播个 MV 听，最近超级爱听 How Sweet。然后右上角有个金属旋转钮，可以调整声音大小，超级方便的。直接按下去就可以变成静音模式。该开始来做剪辑的工作啦，这时候我就会想要坐在床上来剪片，以比较舒服的姿态去做这件事。目前还在剪毕业的 vlog， 这内容真的好长哦，真的剪好久。需要来玩游戏放松一下了。平板最爱玩的游戏就是 Figures 了。其实我是一个音游仔，不过现在有点久没有打了，所以会有一点生疏。成绩出来啦，其实有点烂。现在是晚上的时间，我又想要来玩游戏放松的。拿出键盘，下方有支撑可以立起键盘。最喜欢玩麦块的夜夜。
觉得键盘 Gasket 的结构超赞，因为按压很软，而且声音很好听，超喜欢的。拥有人体工学的键盘啊，真的胜过笔电的一般键盘。玩游戏的时候真的超畅快，然后 OEM 高度的按键啊，也减缓了打字的疲惫感。顺便跟大家展示超梦幻的 RGB 灯效 ，FN 加分号冒号就可以切换17种的灯光模式。回到玩游戏吧，平常都是玩原味的生存，就是农一下，盖个房子，挖个矿。不知不觉就玩到半夜了呢。身为夜猫，这时间是还会醒着的哦。玩那么久也不怕键盘没电，因为无线连接有4000毫安培的大容量，所以说这键盘真的超适合我的。想做点食物来给自己吃，先铺上新的烘焙纸，烤个最简单的吐司加起司。再加上火腿，烤完了拿出来，完成啦！顺便倒点牛奶来喝。吃东西一定要来配个影片，所以我拿出了平板来看 YouTube。各位观众，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啊？真的影片真的很适合拿来配吃的，应该会有人懂吧？反正就是一种享受。最后就用做手账来结尾这部影片吧。以上就是我的宅女生活啦，希望大家看得喜欢。这部分享到的键盘连结会放到下方的说明栏哦。喜欢玩电脑游戏的一定要去购买，那么好看的键盘怎么不心动呢？大家赶快来入手吧！